我去会议室拿资料，就你自己吗？哎，对啊，我昨天拉伸运动，可不都僵硬。哎，那你的嘴是怎么了？口红都花了。啊，那个，啊，我刚吃了一家外卖，特别辣，太辣了。我说怎么一进公司一股味儿，以后在公司。 别吃味道这么重的东西了。我知道了，乔总。走之前记得补补妆，别影响公司形象。好的，乔总慢走。出来吧，走了。 可以啊，将军。我元帅做事光明磊落，居然被你按到桌子下面，你还踢我是吗？嗯，对不起嘛，你别当时为了我好不好？你是在撩我？撩你。